1960年代的台湾，开启了一系列政治、经济与建设的重大改革。从十大建设、十二大建设、加工出口，再到精致农业，台湾在众多的基础建设下，发展出经济奇迹的传奇一页。这些牵动国家进步的丰功伟业，台湾省政府当年的辉煌，几乎都在中兴新村这个行政引擎挑灯催生。一般人以前刚开始是大家是不想来啊，最后变来了不想走。所以中兴新村的公务员啊，你要调他出去，那个出位很大诱因。那个时候很多人去了中兴新村，好像感觉到出国去了。他条件很好嘛，最主要就是他密度很低啊，家家户户有个前院花园啊，那个过得很舒服。那谁不想去住那里？当然想去住啊。我以前进到建设店来服务的时候，我们那些比较老的同事啊，他们都是台北搬下来啊，然后就讲一个笑话给我们听。他刚搬下来哦，孩子哦上厕所上不出来力，不用坐的，他不知道他蹲的习惯了。弯弯曲曲不规则的向外延伸，看似凌乱，却也很有章法。红瓦屋顶一字排开，绿树相衬着草皮穿梭点缀。这里是南投市的中兴新村，总面积224.92公顷，相当于11.3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园区，如今依然保有一缕清幽。从50年代起，这里像一棵种在地表的小树，发芽茁壮，更成为当时全台湾的新市镇标杆。他是李景帝，台湾自来水公司前身台水的前总经理，也是推动牡丹水库新建、制定污水防治法等重大水利改革的重要推手。民国52年起，李景帝就开始在中兴新村落地生根，成了这里的资深住民之一。大学毕业后，李景帝就进入省府建设厅服务，还参与了中兴新村最后的下水道工程计划。回想起过去中兴新村的繁华，留洋海归的李景帝说，这里真的是当时全台最豪华高端的顶级社区。那咱这个省政府那大家都要鼓励这些人搬下来，那所以怎么样呢，就开始要建设泼水了嘛，还有下水道，你大家的消防栓那个就是自来水的，像这个边坡的就是雨水。我们小时候都用拖把子弄起来的房子啊，所以以前有这种房子不得了。这叫以前的豪宅呢？算豪宅的，老百姓住不起这种房子。如今看来没什么了不起的建设，在65年前可都是听都没听过的先进科技，砖造钢筋地基，窑烧屋瓦。更令人称羡的是，每一户都有自来水和冲水马桶。中兴新村应该就是这样规划，那个时候也做到就是没有电线杆，电线不是在天空上跑来跑去。仰望天空，一片蓝天白云，视野少了过去蜘蛛网般的电线干扰，弯曲道路与人车分道，替行车降速安全加分。社区巷道的囊底路也解决了汽车拥塞与创造邻居交易的专属空间。任何一部车子进入囊底路都是回家的，如果是不是回家的，那已经是小偷。非比寻常的尊荣享受，花园城市般的新兴都市计划是台湾第一也是唯一。不止如此，整个社区内还藏有不少离奇又鲜少人知道的秘密设施。秘密基地39号坑道沿着虎山西路竹山开挖，坑道里密密麻麻弯弯绕绕，1.5公里的巨型防空洞把整座山都掏空了，4栋8大的伏地碉堡据说能抵挡原子弹的攻击，内有情报电台、指挥中心、备勤室、战备粮仓。原来当年这样的秘密战备建设与高档的新兴城市中兴新村一同催生，背后其实有一段大时代背景下国共内战的延续。战争真的会爆发吗？其实不知道，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意识下，大家都希望那
不知道它哪天会发生，可是呢，有备无患。1950年，韩战爆发，中共抗美援朝，让我们的盟军美国倍感压力。在韩国战场的战绩没胜，如同打了一场败仗。中共的军事肌肉大大增强，台海的紧张局势随之升温。1953年韩战结束之后啊，中共又将所谓的军队那调派到东南沿海。那苏联因为提供了中共很多的米格-15的战斗机，这一些飞机它其实很快就可以濒临外岛，甚至是台湾。早在1954年底到1955年，台湾在整个空防，它其实已经暴露出很大的这个缺点。其实中央政府它也警觉到，当时的总统蒋介石眼见战况吃紧，召集国僚，万一对岸真的攻打台北，整篮鸡蛋同个篮子，全岛都得瘫痪。因此紧急下令全台各地机关，尤其省府，一个星期内研拟出一道防空疏散计划。战争的局势下，适当的分散组织，然后保持每一个政府组织之间的连结，当时候希望将省政府疏散到其他地方去的一个主要的目标了。来到位在中兴新村的国史馆台湾文献馆，这份典藏文件凸显了蒋介石总统搬迁省府的急迫之心。虽然当时全台公务员，包含时任省府主席的立场，都不希望省府离开台北，毕竟这里才是实际的台湾中枢，但身为下属单位，台湾省政府最终还是得听中央指令，远离台北，打造一个最适合办公居住的住商混合区。谢东闵是台湾第一位本省级副总统，也是当时省府的秘书长，他带领团队筹组了书签计划委员会，旗下大量都市计划精英汇聚，留英归国的刘永茂就是其中一员。刘永茂被任命省府建设厅副厅长，也是中兴新村造镇计划的召集人，他率领团队赴欧美考察，着手擘画打造新的省府园区。所以他们当时要找了一些人，找了几个人，他们到英国去考察。到英国去了，他们是想 要看什么东西，叫当时有个 Garden City， 我们讲花园城市。18、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快速发展，空气污染高，生活环境极度恶劣，先进的伦敦成了如贫民窟的肮脏城市。所以他们就想说，在大伦敦计划外面找大概20个新市镇，把人口分散。那个人叫霍华德，所以他们得把这个计划叫霍华德计划。当时的欧美先进西方国家纷纷开始朝向花园城市这样的乌托邦迈进。刘可强是台大城乡所教授，也是刘永茂的独子。他回忆父亲当年亲眼见到如此尖端的造镇理念，特地学习再带回台湾落实。中兴新村的那个朗底路，据我的了解，像倪世环先生他到美国去，他回来就有特别讲这个。据说在飞机上画图，一回来之后马上跟这个谢东闵报告，马上跟林佳康报告，所以一下子成型了。只是理念与都市计划有了，那地点呢？到底哪里可以新建全新够大，能躲炸弹空袭，又能让省府员工足以举家搬迁居住的住商办公区呢？时任省府主席严家淦拿出了中央选址条件，地点不能太近，也不能太远，要靠近山边，还要远离纵贯铁路，避免征用民地，远离水田，只用旱田，还要能南北均衡发展。1955年的时候，省政府一开始选好的地方还不是中兴新村了，一开始选好的地方是今天的省议会所在地，就是雾峰。所以严家淦先跟雾峰林家不错的情谊，第一个想见的事情就是找雾峰林家，所以呢，雾峰林家也想促成这件事，他觉得台湾省政府签来蛮不错的。1956年，省府先在雾峰光复新村大兴土木，建设预计分3阶段完工。另外要盖80栋住宅，让卫生处、教育厅、眷属职员通通入住。只是工程开始了，一场会议却急转弯了。要另外再找一个地方，更远一点，
更安全一点，所以他们就找到了草屯镇公所，他正好在八卦山跟虎山中间的盆地，所以他们就觉得哎，这个地方不错，所以他们就在那个茄榕树下就选好这个地方了。台湾省政府书签中部计划共分两期完成，南投营盘口就这样成了未来台湾省政府的大本营，新建工程也如火如荼加紧赶工。然而这时中央政府的搬迁命令确实催得紧迫，美其名的说法是担心中共炮火随时攻击，但同时阴谋论也成了另外一种杂音。大省府小行政院的时代其实是一个很强烈的感，尤其是因为在1950年代的行政院长都是要先当过台湾省政府主席，然后接着当行政院长，所以他其实很能够了解这个省府所掌握的权力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将省府搬离台北，特别是搬到一个重新建出来，等于说让他去重启炉灶，去经营一个地方，对行政院来说，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考量，可以有一个就是说将权力分散的一个机会。各厅处都忙着搬家，先把牌子卸下来，公文案卷赶快打包，办公桌椅也抬上汽车，都把它运到中兴村。1956年11月，台湾省政府正式挥别了首都台北，四厅五处浩浩荡荡辗转搬往南投营盘口中心新村。如果台北是国家的中枢神经，那掌管省府的中心新村就是台湾的心脏。台湾最辉煌的年代，中心新村成了另一个副首都般的重要存在。